马桶，快看快看，这是啥？这是啥？快看，快偷啊！偷走，给大黑偷走。他说了，他不给你。哎，你别让他！你连门都不后了，大黄。你不教的好。我自己。我弄死你，马桶！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马桶的逗比狗声。我们接着上一期的开箱视频来做啊。这个西瓜视频送过来的这个中秋大礼包啊，整个题材就是一个挖宝的题材。佩戴的工具，哇哦，洛阳铲，要把这个球啊，这个叫什么球？这叫宝藏星球。把这个宝藏星球需要泡到水里泡5分钟，然后呢，我们5分钟之后再挖掘，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。这几个是月饼、水杯，还有这个毯子之类的，都是西瓜官方送过来的。还有一个小贺卡，好吧，我们现在开始泡水。哇，这有点像月球表面，坑坑洼洼的。好吧，开搞，来泡水。耶，水有点少啊，大黄，这搞得跟泡茶似的，大黄。好，哇，宝藏星球已经开始冒泡泡了。大家猜一下里面会是什么东西？部分种后。现在已经泡好了，我们把上面的水分给弄一下。哇，这有仪式感啊！你这样弄得我感觉很烫的样子。不烫，这个挖宝藏挖出了那个鬼吹灯的感觉。感觉像波吉的。人点烛，鬼吹灯。感觉像月球。是吧？嗯。像不像月球？像。是吧？坑坑洼洼的。这里面有我们的特别重要的宝藏，是西瓜视频送的宝藏。它里面是啥？还送了一个专门的宝藏工具，挖宝工具洛阳铲。啊！这个土质里面有一股中草药味，它是为了防止附近的蚁虫破坏里面的宝藏。入戏太深了。里面绝对是好物，好物啊！开始继续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又的洛阳铲，就是好用。哇哇哇，啥东西？哎呦哎呦，哎，藏的这么深吗？哇，这感觉真好啊，就像在挖宝一样。前一段时间刚看过那个云南虫谷，那种感觉鬼吹灯。哎，好像挖出了塑料纸。哎，哇，啥呀，都到底了。哇，打开了，这不是吗？等一下，那么小会是啥呀？宝藏啊，值钱的东西，宝藏能论体积吗？啊，那砖头体积大，金子体积小，谁值钱呢？砖头。你这智商也是没谁啊。糖豆。银的。真的假的？哇。不行，我们得把这个东西洗一下。就这一个，都就这一个吧，还有吗？哦，老西瓜人了。里面是一个银质宝藏，银质的，老西瓜人了。西瓜视频，啊，滚吧滚吧滚吧，装逼装逼啊，好好。老西瓜人了。嗯，老西瓜人了。银的，银的。宝藏星球里挖出来的呀，挖出来了。马桶，你看看，你看看马桶，马桶，你看看，哎，马桶，马桶，马桶心想着这货疯了。这马桶还是老西瓜人的呢，老西瓜狗，老西瓜狗，老西瓜狗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我们今天的挖宝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拜拜，拜拜。